第22题，下列有关光传播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水中倒影是光直线传播的现象。错，水中倒影是光反射的结果。B. 光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率均相同。错，我们有背过，光传播的速率是真空大于空气大于水大于玻璃，所以表示它的介质的传播速率不同。选项中，真空的光速为每秒零公尺。错，真空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，所以选项中呢是错的，只有选项 C 是对的，影子是光走直线的结果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光传播的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阳光下的影子是光直线传播的结果。